2011养生 LPGA 台湾锦标赛进入倒数三个月的准备，这场总奖金高达200万美元的比赛，世界女子高尔夫排行榜第一的曾雅妮将重返宝岛，在家乡展现球后的风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雅妮，我现在人在法国，正准备参加 Avion 的比赛，所以无法亲自出席这场记者会。支持养生台湾 LPGA 锦标赛的举办，再过三个月比赛就要开始了。能以世界第一的身份回到自己的故乡比赛，感到非常的兴奋及开心。希望大家到场为台湾选手及国际好手们加油。我们10月见，拜。7月28到7月31，曾雅妮将参加 LPGA 英国公开赛，卫视体育台将带来现场直播。